记得这边好像有一个东西哈、哦，玉佩上的长头是说的是这里，我找找看。一开始第一个是在洛阳的小虾美食巷的脚下，点一下就会出现触发那个剧情，然后再来是在杭州银锦寺点那个石柱。三句诗，好，好，再来应该是桥，杭州的西湖桥下，忘忧心法最后一篇。孩子，我和你爹很高兴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你平平安安长大成人，请原谅我们无法陪在你身边。我真的很想陪在你身边。父母书信。